另外，嘉义市興南里前里长陈国才，甲厝内开设强端正义店的后生陈良银，又甲咪社会平安户比较较难得到公部门主管的照顾，今仔日特别发动志工，准备善心补助，制作邻近的弱势平安户，希望因也会当感受到社会关怀。农历新年将到，为滴家去兴南里的正气灯，二十七号一透早就未少志工非常无闲，将物资一分装，准备展开关怀病人户的行动。正气灯的负责人陈良银也带着厝人伫现场帮忙，希望会使伫农历新年前，和社会病人户同款会使感受到农家的节庆气氛。正气灯跟嘉义市政府配合发放边缘户物资救济，好、哦，这是第四年。今年哦，挖泥沙木较少，沙加较侪了。端午前才170几户，我即届挖泥变343户，表示吼、哦、我们台湾的经济真的实在是惨的有够惨。啊，我拢响应哦，咱来直接行慈善，卖甲钱吼、哦，拢用关咧啦，关咧人嘛唔知来救谁。咱看得到艰苦人一两斗三工吼，啊，即种来自咱东南亚所有国家的朋友吼、哦，所有赞助。陈良银的父亲也是興南里前里长陈国才，虽然已经卸下里长职务，但伊也是相当关怀社区民众的生活，希望持续透过家己的力量来帮助更多弱势朋友。我这个陈明堂哦，哎，我的后生哦，有这个爱心哦，啊，一当三个侪吼，啊，拢在帮忙这个贫户的吼，啊，大拢来遮领遮物件，哦，我非常欢喜，感谢阮的后生嘞，有这个爱心。啊！来救大只艰苦的人啊！吼，非常的欢喜，感谢吼。来自社会爱心物资，加上义工为透早无闲到暗的无私付出，希望满满爱心会使予病人好，感受到来自社会温暖，更予家的人的爱心遍及到社会每一个角落。新闻台民间采访报道。